可爱，神秘的，有生命力的，生命太短暂了，就是你都没发现它，它就默默在那儿长大了。我叫周勤峰，是一名微观菌物爱好者，是因为喜欢这个生物，为了能够看清楚它们，才喜欢上了摄影。山里的蘑菇特别多，然后这个树丛里面就长了一堆的小鬼伞。小雨的时候，它这个蘑菇的状态很漂亮，菌类的种类也多。它的那个生命周期是比那些大东西都要奇怪的，它就有一段时间它是黏黏的爬来爬去的，然后等它要就是繁殖的时候，它就会聚集在一起。之前我都闻所未闻的，后来看到它那样变化以后，我就意识到这种如果给它拍成视频的话应该会很精彩了。竹林里面小皮伞最常见了，一片叶子上长满了小皮伞。这附近有一个蘑菇，我要通宵的拍它，所以我在旁边搭一个帐篷，然后看着它。我去野外主要是为了拍一些照片，还有采集一些菌物，还有一些基物，然后带回我的实验室继续再拍它的一些视频，然后再有的是给它再接种培养。就是这东西没有被别人做过，至少在国内是很新鲜的，就没有人看到过。那我拍出来的话，就是大家可能会对生物很感兴趣。拍的过程很艰辛，但是每次被人家夸的时候，我就会特别高兴。